一站一周年的日子，中国政府将为这次灾难进行相关的纪念活动。好，马上连线一下本台特派当地采访的记者令狐烈，告诉我们详细情况。今天呢，其实这个5·12的这个地震的纪念日子呢，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纪念活动，比如说从国家的层面来说的话，就像刚才这个新闻里面提到的，这个胡锦涛主席呢会带着这个外国的大使呢会到都江堰，到汶川去看看这一年呢中国对于这个灾区的重建情况。而对于这个地方政府来说的话，比如说在今天的北川呢会在北川的清晨的地址呢会举办一个北川中学的一个开工仪式，因为北川中学那么一个特殊的一个学校，那么一个特殊的让人怀念的这么一个机构呢，可以让人对整个北川新城的这种兴起呢有一个概念。 首批开建的项目包括北川中学、县人民政府、县人民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预计2010年建成使用。新的北川中学总投资约2.6亿元，可以容纳5000多名学生，包括北川中学在内的7所新建的学校呢，都将成为新县城固定的避难所。按照8度的抗震标准设防，北川新县城的选址位于安昌镇的东南2公里处，距离老县城23公里。这对不起。 哦，你我没有钱啊，你看来我影子我新疆的不是人，我说话算不算？哦，啊，我肯定要这样，我这么几年你晓得我这种情况吗？我肯定没呢，我没得大了嘛，在烧起嘛，晓得不？啊，我自己逃出来的人啊。 北一中我烧一烧啥子？那你问喊我在火葬场去烧啊？明天，记不可能呀、啊，是不是嘛？那骨灰在殡仪馆，那我肯定走，我肯定走北一中嘛。但我也是不是啊，哥？没有啊，没有没有，我在外头，我正在我屋头走，路上，晓得不？我跟你说，不好得，我不跟你录明天，你放心好了，我给你承诺的这一个这个事情。 哦，我不得动动串西串，我自己手头我儿子明天在的，哎，是耍耍耍门不一天，晓得不？啊？我晓得，你放心好了嘛。哦，你给车行员说哈嘛，我跟你承诺的，我给喊周末承诺的，我肯定不得跟你们两个自传，这个你放心。哦，晓得。 你我是几平常几跟到我一路啊，想得不没得意思，没得我自然哎，你晓得四年没见嘛，我明天想称称赞赞陪他一天，晓得不？啊，你理解下我嘛，对不对？我理解你们几个，理解我嘛。这个你放心哈，我经常在给你承诺这个事，我明天就在那个坝坝头， 就在我那贴上完，你晓得我写几个字，俺们贴到你，我干啥像我都还没人，啊，我沉痛悼念他，沉痛悼念我的娃江同怀，我的他的名字我也不得写啥子，你说是不是嘛？我确实心头恼火得很，哎呀，邓哥的，啊，啊，莫大，这个你放心好了，哎呀，我不得做啥子事，哎呀，我不得做，不得跟你说啥子。 说啥倒是啊？第一就是对旧，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在新北川中学这个设计竞赛的一个过程中，同时呢卷入这个对这个旧北川中学这个调查这个技术上的这个鉴定帮助的这两件事重叠在一起啊。然后呢，那我给他们的回应就第一条，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比实际上是比这个新学校建设还要重要的，就是对。 旧北川中学损毁的这个评估，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我当时特别害怕的一种后果就是新校舍这个建设的这个丰功伟绩，很容易就把那个旧校舍损毁这个灾难就给掩盖住了，所以我第一想强调的是，就对这个旧校舍损毁的评估和这个新校的重建是两个不同的工作，但是两个工作呢，可以相辅相成。 就是你承认错误之后，新的东西呢也才能做好。不，我认为就是最不应该的是因为一方取代另外一方。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像我说的，就不能以这个重新建设工作的这个荣光来取代对过去灾难那个科学公正的评估和深刻反思。但好像这一条被这个报纸给删掉。
不不，哎呀，我自己我在这边边过过，我确实心头恼火啊，我真的对不起他。你放心啊，我不得做对不起你的事，我不得做对不起你的事啊。你在六桂坪再忍一天，我不得东山说三道四啊，你放心好了呀、啊。我给你承诺的哦，反正是啊，你休息啊，好，今天应该是个悲痛的日子，咋个没得啥子悲痛气氛哈？那是白菜的事，我们这儿的花匠来觉得。都讲采访啊？为啥子啊？我们那儿的话，原来地震过，也悲痛过，咋悲痛过了？房子啊，哪有不悲痛嘛？整当时整倒了都悲痛的很。像目前国家的形势啊，这儿要修到这儿啊，好像人觉得。也就是说，翻译这个白川，你看我们也是抓钱的，确实没这个逻辑支持，晓得不？到时候是放坡发的，好像城的房也比较大，晓得不？没得啥子。啊，税的税我们都本来是当地的，这些都是啊，好像，哎，觉得现在新疆修到这儿呢，都觉得还是前年等一回，还是万年等一回，这个意思呗。本来我们那个地方的土地呢，还是比较辽阔，是比较好。出产是可以的，就是土地路道路不原先不好，现在人觉得好像咋子啊，走个干净的路嘛，也觉得比较舒坦，所以人呢也就觉得，还有一个现在呢都没得啥事，晓得不？我们有现在搬家了，来看，正好可以看。是吧？哦，红的底子的那个是特别的，今天把饭吃的蓝色比较庄严和肃穆的，还搞什么演出嘛？百姓都是来看节目的是吧？今天哪可能有节目呢？今天是一个悲痛的日子，哪可以能有节目呢？悲痛嘛，攻击悲痛嘛，树立信心嘛，啥子？不是，可以这个搞一个节目。你觉得哪样子的节目合适呢？就搞个文艺节目嘛，把大家的信息树立起来。那个生活信息，对不对？没得节目就没得信心了。没得节目，大家嘛都是听到人说，听到人说嘛，很多这个来了嘛，对不对？你是本地的是吧？本地的都来看节目的是吧？啊，就是。啊，你那个，我看那个节目，我也没有去过。昨天有领导人来了没？昨天当时我们都来的，太阳大很了，要到1点多钟我们都回家去了，就前天他们就来了，我们就错过的机会了，没看到。今天还是想看哈哈。今天还是想看哈嘛。今天看嘛。愿望也就这个愿望，晓得不？人家这个上面对这个领导的关心，我们觉得哎，领导对我们这个也特别重视，所以人民都带到这来看。今天晓不晓得有哪个领导来了？哎，不知道，还是不知道。所来的嘉宾、领导和四川华侨代表来见个亲就行了。大概时间就是20-30分钟时间，没有任何文艺团体的演出，所以给大家通报一下，希望我们各位父老乡亲多理解、多支持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啊！尊敬的各位父老乡亲，大家早上好，我是北川县委副书记李国虎，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新山城做客。有几件事情我想给各位父老乡亲报告一下。去年的今天应该是我们的国难日，今天又怎样，是我们北川中学开工典礼。北川中学来讲，凝聚了四界华侨给我们的一片爱心，捐资接近2亿多修建北川中学。那么作为今天来讲，大家都晓得是国难日，公祭活动不可能有任何文艺团体搞什么娱乐性的演出，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给老乡们
报告一下，我郑重其事地给大家承诺，如果你演出，肯定提前会告知我们的塑料乡亲们。那么你看到了中午过后，又没得吃的，又没得喝的，我们也非常抱歉啊。为深切悼念5.12特大地震遇难同胞，方便群众进入老县城开展祭奠活动，那昨下午2点至5月13号下午3点，北川老县城管制区域对社会公开开放。那为避免交通拥挤呢，政府有关人士希望参加祭奠活动的群众搭乘政府统一安排的车辆，尽量不要自己驾车前往。回不到啊，回不起。家等一下，这一会儿弄，一会儿弄，赶紧的车，赶紧弄。真是啊，今天做好事，给你打一个掌子，打个。关闭已久的县城大门徐徐打开，沉静已久的县城里人流涌动。下面的同学，父母发双抖龙，就是昨天你们的是去学校是吧？对。你就讲讲你昨天的经历和感受就行。对，就行。我可以录你，我可不可以有你的脸？可以吗？你说。我还没有被这样被录过。你就不要想了，他是在录你。主要是不要给这个接受采访的人带来任何给他的那个。我应该无所谓吧，我就一个个体户。对，那我就先跟你说吧。行。你现在孩子几个月了？5个多月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预产期是8月底。那你昨天是怎么走上北川的呀？昨天我们开始，我们说早一点走嘛，因为想到周年祭肯定很多人，然后我们就排了很长的队，终于把票买了2张。后来发现进去上车的时候根本没法上，所有的那个车，每一个那个中巴车一来全部是挤的，门口都是人。你怎么走得动啊？我们都走不动。我一面想的就说我们昨天肯定是必须要上去的，无论用什么方式。因为你想去年5.12地震之后有很多，我当时的那个心情就是去年当天5.12发生地震的时候，有很多亲人为了找北川的家人，他们就是不管用什么交通工具，能走就走，能搭一节车就搭一节车，不管有什么方式，最终就到北川去。哎呦！爸爸！哎呦！所以我想昨天我一定要陪我老公上去看女儿，因为周年庆嘛，是中国人
老百姓的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心愿。所以然后我们车到了吉拉羌寨已经11点多了，这塞车塞得很严重，我们开了一下不行，很多人已经开始下车走路了，很多车也开始陆陆续续在掉头回绵阳方向了，我们也就马上叫我们的那个车让他回绵阳，我们就下车走路。然后当时那个车摩托车啊那些都没法过，都塞满了，人就必须就这样，有时候还得下水沟走，路公路两旁有那个水沟呢，我们就这样在中间穿行。你不怕那么累会伤肚子给孩子？我觉得我会非常小心，应该不会，我平常走路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去看一趟也很伤心的。但是我也必须得去，因为这件事情一个是对我老公本身很重要，我肯定要陪他去，还有个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责任吧，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我肯定要陪他上去看看。为夺取抗日六代斗争的全面胜利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上去北川的吗？现在您为什么要去那儿呢？我是现在这个电台。哦，您是电视台的。现在车也不通。车在后面。前面不通，路不通啊。路不通啊。进不去了。伤心的日子，但是我看到很多人感觉他们是去游玩去参观，而且把交通弄得那么堵塞，然后让很多去祭奠的真正去回县城啊回北辰中学啊这些地方去祭奠的人都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进入，还得想很多其他的办法。哎，我当时就在抱怨哈，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些人平时要来看吗？平时来看吗？先让我们这些老百姓把正事做完再说嘛。我觉得昨天应该是祭奠亲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有轻重缓急嘛。你要游玩也好，要去看也好，或者甚至对于记者，我都是有这种想法。我看见很多，还包括外国记者，背着摄像头啊，背着摄像机啊这些呢。我都有点排斥，说实话，我觉得就让我们，真正就是遭受这些灾难的人哈，就去完成这么一个心愿，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中国传统的周年祭，去祭奠亲人。昨天你有没有就是特别难受的时候，就是比如走不动啊，或者是特别难受的时候？就是。我们后来是到了内谷之后，因为到内谷到北川已经不远了嘛，但是他车还是很挤，我们就翻内谷后面那个盖头山，就让我老公的那个两个侄儿先用摩托车把我们送上盖头山，送上去之后，然后不能摩托车不能走了嘛，然后我们就又翻山，那段稍微要困难一点，因为要翻山嘛。就稍微困难一点，翻山下去，再到北川中学门口。其他的我自己个人身体上面倒没什么，我觉得我能撑得住。然后你一路看来还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特别强烈的印象？我没有想到，包括我生活了这么多年，长了这么多。活了半辈子了，应该可以说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地方拥挤得这么厉害，塞车塞得这么厉害，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盛况空前。
怪我也不行，你也少少去学，我跟你说，你好好点点，他不这边的他不得了，这边他就说他的。今天北山北山的，今天北山的都心情不好，你们不是过来看热闹的，听没得？没得啥好热闹看的啊。算了算了，喂，拿杯。